这是我的心肝囝，心肝囝，妈妈回来啊！二十年来，恁家兄弟姊妹到底是伫什么所在？妈妈就想你。叫救护车，足见笑阿伯。来这里，尊英是发生啥问题先？郭尊英啊，咱哥做伙哦，摕黄金，你就较振作个吼。哦，哎，你想创啥？哦，阿伯找物件。把这蜡烛烧发扬起，安尼才袂有其他的人发现啊！哈尼哥，120.781，有影是无唔对。总报道是记录这黄金藏在了这的经纬度的。23.09。1.781，南投的吉吉大山，尊英，做了好，
刷来我出马了。你甲郭俊英到底咧比啥吧？我甲俊英哪有咧比啥吧？啊！了俊英讲，伊想要去伫公道佚佗两工啊，我毋只甲建议讲，计找王董的，啊，佮有侯廷哥同齐去。因敢若是去佚佗尔啦，你免烦恼遐多。啊你咧？你要对？我要来自首。自首？你即摆佮你部队出来？我哪有咧搬队出来？我犯罪，我犯着侵占罪。你是讲嗯？不是啦。啊，你知我伫咧超商买物件的时阵，工读生加找我10块，我就无想要还伊。我有想想话，良心袂得过，所以我毋才想要你要自首。你即摆是咧搞我装笑的？李正雄，我哪会敢甲你装笑的？是讲。你歹代志我做真多呢，啊无你甲我同齐，你来自首好了。学姐，你搞会记？什么？去日光岛的机会客满啦？怎办呢？啊？怎办嘛客满啦？我知影，啊，现在是什么情形？叫人连一张机票都订无。正常，你去跟踪阿星，有查到什么？阿星早就知影我咧跟踪你，你搞装笑的。什么？调人马去日光岛的代志进行了安怎？去日光岛的机位甲船班拢订无票，所以今晚我无到。是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日光岛什么时阵变到这热门观光地点啊？陈兄，这件代志一定是郭俊英在避开。先生，这摆阁无伫，真正唔知要哪只好。啊！你是来讲算笑笑？订无机票，搭日光岛嘛不是啥物观光胜地。咱即摆三个人踮伫遮是安怎的？我嘛无办法啦。既然机票甲船班拢无话，你若着急，若无咱三个人做伙受罪转去台湾，你讲安怎？郭俊英，搭即摆啥物时阵啊？你阁有心情来讲算笑笑？俊英啊，我看你一直拢真定情。好参照对伊无法度返去台湾这件代志，一点仔都袂着急。我嘛想要返去台湾，啊，不过实际上，咱是无法度通好返去啊。踮遮着急，啊，不如心情放较轻松，当作是来度假。奇怪，啊，即摆嘛毋是啥物旅游旺季，哪有可能订无机票、甲船班呢？心情留予你，一世爱只为你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坐愈难。一个人一场梦。俊英，我看你一直拢真定情，好参照对伊无法度返去台湾这件代志，一点仔都袂着急。我嘛想要返去台湾，啊，不过实际上，咱是无法度通好返去。踮遮着急，啊，不如心情放较轻松，当作是来度假。奇怪，啊，今摆嘛不是啥物旅游旺季，
哪有可能订无机票，甲船班呢？哎，王正焕，是毋是你串通郭俊英，甲大家留伫咧遮，然后阁派人去往唔紧啊？哼，你拄好甲我要讲的话拢讲完啦。我只安尼怀疑，是毋是你甲洪生、甲郭俊英三个人串通好好，这一切拢是恁部的局？好啦，大家莫互相猜疑。我甲恁同款，坐同一班船来遮。对咱得到黄金的敌人开始，咱三个人就做伙行动，唔捌离开过对方的视线，根本就无人有机会暗中做啥物小动作。到目前为止，确实是安尼啦。也毋过时间若拖久，我都毋知影啥物人阁会出啥物款的阴谋。王大，到这点哦，我甲你同款啦，因为我对恁哦嘛袂放心啦。既然咧，为了避免咱有人变手段，我建议对即马开始，咱三个人行动一致，动进动出，互相唔通离开对方的视线，那安尼，咱大家就会当安心。是啊，要甲伊动进动出哦。你俩总我甲伊安尼是？安怎？是有人反对是？好啦，代志到这。只有安尼啊！哎，张姨妈，啊，张姨妈是安怎？我去便所放一尿，恁两个嘛爱坐。这是当然的，因为咱三个人爱同进同出。恁袂免去放啦，去放一个尿，两个人嘛爱对。我较早我伫英雄做大少爷，嘛无遮尔大牌啦。那呢，就请大少爷唔通阁上空上芳变鬼变怪。一团，咱饮料叫遮久啊，是安怎拢还袂来？这间餐厅的服务有够歹啊！哎呦！王大的金嘴一开，饮料就来啊！多谢你的好乐。歹势，互恁等遮久。互你的小号。多谢。小蛋仔。有啥物关系？今日王大讲，遮的服务足歹的，付一千块，敢无收费大方？来。迄是我的小费。已经给你500，你嫌少？那嫌少？哦，无啦。郭俊英，你安尼是在创啥？这张纸顶悬写什么，我都当作不知影。王董事长，麻烦你搁老实淡薄啊，较袂造成大家的困扰。王大，你的计策真高明啊，啊，不过也是失败啦。
天父啊，望你来成全，把一切荣耀全归你的圣名，阿门。廖秀露，果然最近啥款？有遐尼歹？伊个即马一家人都拢无，遐囡仔三顿拢食袂饱，莫讲想要搁食较好嘞。但遐囡仔即马拢大家瘦啊，那剩一支骨啦。最近咱个教会也无啥物捐款。林神父，咱来赶紧想办法解决阿哥哥的伙食问题。哎，若无吼，这个囡仔会无敢靠近呢。这项金全部拢检查过啊，总共是800箱。啊，你有详细检查无？拢有详细检查过啊，全部拢是纯金。啊，不过其中有一箱感觉真奇怪。是安怎奇怪？其中一箱我哪有去用拍开过？内底黄金嘛检。陈警官，先甲内面所有黄金再登去地检处，其他代志咱以后再搁讲。是。先生。恁的机位已经订好啊，是明仔载去八点半的班机。好，多谢你。哇，等几百步，总算是摕到机票了。你看，我唔是讲免着去，即马机票唔是来啊？来是来啊，也唔过是明仔载的班机。啊，你嘛是好啦，咱已经等几百步，已经足忝的。那无，咱先回去休困，明仔载才有精神回去台湾。小蛋呢？咁讲，黄董事长又阁有啥物建议？免讲啦，伊个想法一直甲我同款。假使哦，咱即马个人住个人个房间，就有机会予对方去做下手。黄董，我安尼讲对吼？啊，不过我看哦，因人是无人有心情困啦，因为。哪会哪困，哪防备对方是毋是啥物小动作，是足忝的代志。那无安尼啦，我只要扑克牌，咱三个人就做伙算到天光，明仔载就做伙看日出，好无？郭尊英啊，那你实在足无聊的啦。若要算你家己去算，我无兴趣。哈？无人来算哦？那呢，我家己算。
已经到啊，请。洪董啊，那你是长辈，你先请。人讲英雄出少年，当然应该是少年英雄先行。你就是讲，惊我在你的背后闭鬼变怪是？啊，不过，卡输你在我的背后，我同款会烦恼。我是堂堂君子，无可能做这种下流的代志。君子就存像你安尼哦。好啦，大家半斤八两，好不？不管哦，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，咱做伙来去挖黄金。来了，好生疏的，好，我们再帮我扎秋点啊。时阵，发现手枪下坠，内面捡黄金，我就直接跟你讲，青藏国产是一项重罪。讲，当然相提，是不是？拜托的，讲话要有证据。你是倒一个目睭看到我摕黄金嘛？不是你，安尼就是你个。难回答，就表示你承认吗？是我。这一切拢是我做错的，跟因无关系。你真有气面，敢做敢当，陈警官，干好个！我查到你分开线了。是。你两个头先作弊了。喂，你是凭啥物来问啊？虽然主谋已经抓到啊，啊，不过恁两个也牵涉在内，赶快来调出调查啦。爱桥，随传随到。另外，不应该离开所在的管区。陈警官，全部查到。是。到底是什么人领导？那是我抓到。绝对会无用。哎，我开车送你啊，带灯照表，走。去把手套拍开。是。你先出去，我单独甲审问。是。你叫什么名？桂春英。为什么出现在山洞内底？因为我抓准讲遐有黄金，想要去挖。那安尼，你已经承认你犯法啦？犯法？假的！想要去挖，甲已经挖无共款的。你唔通欺负我，唔捌法律咯？
安怎？你看我这款表情，有参像读大学的时阵教咱行书的教授了？不行，实在是有够行啊！讲实在啊，俊英，这边你真是辛苦啊。无啦，学长，应该是我给你写多写才对啊。若不是你斗三工，我无这么简单拆我这摆的大音标。真心是有要紧吗？哇，讲你嘛是有代志啊！人讲娶某前生囝后，你有想拄仔甲你生一个后生，你当然运气好啊！我都无同款哦，人收你甲足惨的。我甲你讲，人工有这款代志，唔通找我。快准爷，你戏实在搬了够烂嘞！我正经啊，甲你讲，你甲我咧拍哪里啊你？哎，你嘛有淡薄仔面子。小俊爷，咱这边总算是成功啊！无遐黄金落伫因的手头。啊，不过一点我拢想无的，你是安怎雄雄出现伫咧叹气口？我是挑故意出现互因看。故意？总讲你唔叫王正万甲侯廷哥找你的麻烦？我若是惊伊找我的麻烦。当初是我就未来设这个叫魂跳入来，我换袂黄金的规格。小俊英，这个王建焕的个性交差异，伊早晚会调查出黄金规格的代志是咱两个人设计，所以说落来，咱要随时注意王建焕的动静，小心提防伊的动作，知吗？了解，我一定注意。来。你是带因去佚佗啦，剩的代志你也无伫咧管，骂三六句嘛，我这个老母做，讲话较尔好听，你带大。你唔通咧吐啊！宝贝仔囝，伯母。哎，我是我囝，来，爸爸抱一下啦。哦，好细腻哦。啊，囝有乖乖无？哈，我妈妈记录着嘛，哈。阿啥呀？那即摆有囡仔就上大就对啦。啊，你一进门吼，啊，你妈妈甲我拢免拍车就好，当作阮两个稳定的哈。一进门来囡仔啊，宝贝仔囝，宝贝仔囝，拢要搞死啊！陆天杰啊，你这个聚会，哪会甲囡仔同款，这么搞计较？我，有心。不良啊，你们赶紧给囡仔号一下名嘞，不枉逐工安尼金孙玉孙，啊，唔知要叫伊啥。哦，红姐，来来来。等下号名吼，好，我这号操操四五十个啦。来来来来，阿生，你就叫阿生对无？啊，恁囝吼比你较出头，叫呛声。呛声。阿生，我听见甲咱滚生笑啦。无喏，啥物咧滚生笑？我拄啊认真咧号咧，啊无吼，叫无声。哦，三六天。啊。你一直拢让我足失望，唔捌让我希望过。这是我的金孙玉孙，你号名你嘛较正经一下。好，我足正经啊啦，啊无，骚声的嘛袂歹。我甲你讲看你骚声的，莫当滚生笑啦。骚声也无爱，无声也无爱，呛声也无爱，啊无叫大细声嘛袂歹。好啦，咱听你大细声啦，去边仔坐啦。玉兴，啊，你是安怎？无啦，我是想讲替囡仔分明的代志，咱敢会用慢慢仔想，莫遮尔啊着急。无啊，玉秀啊，
啊，囡仔就无名就袂当叫啊。我是希望，等阮爸爸出院了后。又是啦。那阮红婶就唔是恁侯家招讲啊，咱就一定按恁爸爸来号名。啊，恁大姐敢就袂当号名？搁再讲恁爸爸即卖人吼，伫病院咧住。啊，若是吼病大出院，永远都唔出院，啊，这个金孙的就以后拢免叫名。天哪！唔是啦，美玲啊，我都唔是咧咒惨恁爸爸，我是讲号名，但是咱家己就当决定，敢着恁爸爸来同意？当然是咱家己就会当决定。啊，但是号囡仔的名嘛，袂使安尼清清菜菜号。一个囡仔的名会影响一生的命运。啊，最近大家遐尔侪无平安，啊无，咱偷偷来啦，无着急，找较好名才好啦，哈。啊，好啦，以后咱两个老的吼，就叫金孙的啦。啊，恁两个少年的吼，就甲叫宝贝仔囝，安尼好。那你嘛袂歹听啊。金孙的，阿妈的金孙的。哎，莫来挤啦！你看，这头我圆呢，你看。真圆，你看我这头。二十年啊，为着这份金，我已经等二十年啊。今嘛黄金总算是出现，我煞连金仔粉拢无捡到。先生。迄天红星出现伫个摊脚，我认为一定是伊甲郭俊英两个人联手来破坏咱的计划，或者是讲郭明华根本无死，已经暗中倒来台湾，偷偷甲黄金乌走。我已经亲身去台马确定郭明华的生死，无可能还阁活哩。那你偷偷甲黄金乌走，是安尼？黄金已经变成国友。我认为有可能像你所讲的，红星甲郭俊英暗中密告政府单位，甲我等二十年黄金没收。也可能还是一种可能性，但组织内面已经出现内奸。内奸？除了内奸以外，我还有一种想法，这完全拢是侯永权的阴谋。侯永权，伊看到这批黄金，想要夺吞就袂赴啊！哪有可能甲警检单位密告？搁再讲，伊毋是已经出国去大姨啊？你敢确定警检单位是真的？你敢有亲目睭看到侯永权倒伫个病床？还是你有亲身送伊上飞机？侯永权是出名的老狐狸，伊会经这个时阵来破病，我感觉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先生。哪里咱即马要哪查？红星甲郭俊英，伊毋是头一摆联手来破坏咱的计划。因两个一直拢是咱上大的阻碍。伊目前的情况，咱并不适合甲伊正面冲突。先生，咱敢这么简单就放伊煞？当然毋是。我要设一个陷阱，让伊两个心甘情愿去跳。到时阵，要安怎解决因，都要看我的心情是好还是不好。一生情留予你，一世爱只有。爱愈深，情愈重，爱愈多，一个人一场梦。先生，咱敢这么简单就放因煞？当然不是，我要设一个陷阱，让伊两个心甘情愿去跳。到时阵要安怎解决伊，都要看我的心情是好还是无好。英雄，你先去调查侯永权的下落，也够。关于组织内面的内奸，你们要调查清楚。是。董敏敏，我只好亲身来去拜访你。王董的，看到你我就安心吗？
有你在，我娘生大楼一定真安全。董总经理，你哪会这尔不知爱惜家己的身体啊？我看你三番两次受伤，一摆比一摆更加严重，你还多多保重呢。你会知影哦，英雄集团无你是袂用的呢。多谢王董的你的关心。啊，董总经理，你的脚是去踢到铁板，还是暗路行多去踢到鬼啊？碰你的福气，我只是出一点仔意外，真紧就当复原，唔免你烦恼。真可惜哦，我是感觉你坐轮椅看起来加做温柔的，啊，你迄个人上好顶高的，敢有转来甲你照顾？王董的，你是咧底车还是真正唔知影？我甲顶高已经唔是阿爸，伊嘛已经无住伫永盛，我两个已经无关系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我甲顶高的关系比你搁较亲哦。你甲顶高？是啊。我才甲林哥迄个郭正英去立功岛摕藏宝图，然后去拓空找黄金。原来林哥已经为阿布拉遐偷窃着我的钥匙，伊还阁骂我家己去找黄金。安怎？啊，林哥拢无甲你讲？奇怪，林哥甲阮去分黄金的代志，哪会拢无互你知影？啊，伊毋是爱你爱到要死？伊应该袂讲看到黄金就甲你放杀，想要家己独吞，袂要甲你做伙享受哦。王董的，若照你所讲的，你即摆应该住咧厝算黄金，哪有时间伫遮甲我开讲？怪就怪伫咧遮啦。这二十年来，黄金本来就好好待伫遐，谁人知影吼？伫阮要去学黄金的进程，竟然有人去密告，让所有黄金拢予政府没收。即嘛拢变作国义话啊！那安尼，王董，你一定真艰苦，二十年的美梦就安尼破灭啦，实在真可怜。我看可怜的是你，对伫个侯永权的身躯边这么久，为侯家的媳妇做甲永盛的总经理，即嘛竟然连迄个甲侯永权已经切断白囝关系，佮脱离永盛的侯丁哥未比？你这什么意思？你唔知影？侯廷哥迄个锁匙，都是侯永权身躯顶的机啊。侯永权已经把锁匙交予廷哥，廷哥哪能无甲我讲？也毋过奇怪的是吼，自阮头一摆去立功岛转来了后，永权兄就竟然心脏病发作出国住院。这毋知影，敢是永权兄在闭关闭怪，暗中通知有关单位。也毋过，这嘛无成是永权兄的作风。敢会是因为讲你摕袂到黄金，才走去密告，害阮大家拢摕袂到？王董，你莫讲话无听哦！黄金藏伫遐地，我根本就毋知影是要安怎密告。我看你是要借这件代志转移我的注意力。搁再讲，阮永盛大楼受着生化物的攻击，阮即摆已经开始咧调查，相信真紧会当找出蛛丝迹。好啊，董总经理。既然你的脚受伤，我嘛不便交流伤久。希望后摆我看到你的时阵，你还阁是一个完美阁无缺点的美女。王董，希望我有一摆看到你的时阵，你嘛已经抓到迄个害你美梦破灭的凶手。王总，我来创啥？伊竟然真敢来甲我讲，侯永权已经把锁匙交予丁哥，丁哥嘛已经找到黄金。不过，黄金找到之前，已经有人提早密告，所有黄金都被政府没收去，变成国有。我怀疑这背后一定有人。你讲啥？爸爸把锁匙交予丁哥，当时的代志？当处长出国不是你安排的，你应该真清楚啊。李勇，你要去倒？我要找廷哥。向英的代志，母阿肥百岁啊！袂用哦，
去咧离公岛啦，戆戆生，生到倒来台湾，连囡仔血都摸不着啦。吴某嫂，你来啦！你还在创啥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去过中埔岛，搁去过台湾这么所在？摸唔着啦！我嘛问你啦，这黄金去用减掉单位没收去，是不是你去美国？我去美国？你凭什么怀疑是我去美国？因为你不按爸爸把这么重要锁匙交我，因为你提不了黄金，所以你才去美国。你甘愿把这批黄金去充公，嘛无安用啊？我安尼讲着无？老林哥，人咧做，天咧看，你这了不起，败掉英雄。连上帝嘛看袂做诶，这叫报应啊！钟英雄，你这个杂种啊囝，这条线，我总有一天一定会拖倒转来。连爹哥拢怀疑是咱去美国诶。正我来找咱理论，郭俊英阁是促成因开密室的人，这三个拢无可能。所有关系的人只有耿公，董事长真正是出国去养病。耿公，你回爸爸。这个代志，任何疑点拢袂当放弃，尤其是董事长破病的时机，阁这么可疑。无可能。爸爸心脏病发作的时阵，你嘛在场啊！而且是我送去坐飞机的，伊绝对无嫌疑。那安尼，伫国外是谁安排当处长的？是我伫美国一个医生朋友，伊是心脏病的权威。安怎？你不相信我讲的话？我无这个意思，你莫误会。我只是感觉因三个人拢有嫌疑。当伊发现黄金待伫台湾的时阵，一定会先联络台湾遐接应的人先去搬，甚至是迄批检调单位的人，拢真有可能是因家己安排的。医生，怎么情形啊啦？我即马阁唔敢甲你挂保证，以后的程度，伊年岁已经有啊，心血管的弹性吼，未比少年人较勇。我已经安排心导管的检查，即摆上重要就是吼，爱尽量保持安静，唔通阁去刺激到伊。检查报告出来了后，我会阁详细甲你解释。若无啥物代志，我先出去。多谢医生。爸，你倒伫遮？你敢知我现在偌痛苦？我知你真无爽快，真无介意倒咧。你咧想啥？我拢知影。爸，你根本就毋知影。我咧想啥？我要爱啥？你是歹定咧想？你若明明在台湾咧治病，谁会骗台湾人讲你出国去？因为我趁即个机会。你证明给你看，我必定更卡，必定更靠本事。爸，自从我知影我是苏清楚了后，我就知影我一定甲努力。是要证明看到我的才情，严格你会感动。只有顶过一个人，就算叫伊做偌济伤害你的代志，你嘛是偷偷把你上重视的钥匙交予伊。爸，你敢知影我偌嫉妒伊？气解了，你当放心把医生搞好啊，我会好好经营，
绝对袂让你受到伤害。应该，大概无你这段时间哦，加在有你斗三工咧处理代志，搁阮新台上的地盘，加收入哦，增加几啊倍呢？你确实无简单哦。唔通安尼讲啦，下当替阿布拉桑分担一挂代志，嘛是我应该做的啦。辛苦你安尼。哪有啦，真正辛苦的人是恁啦。我看恁最近哦，一直在外口四处走动，确实有功劳，嘛是恁拍拼的结果啦。你搁安尼搞我胡闹，我真正就歹势。平哥诶，你唔通安尼讲，咱是兄弟诶。哎，王兄，你也来。来了吧，阿伯上有滴无？卖个讲，阮大个吼走去跋筊，跋筊吼拢唔知头倒来。就是，阿伯上走去跋筊，啊有敲电话转来无？这边有可能。但已经几落天啊，伊也拢无甲我联络，我哪无敲电话转来互你？就是安尼讲。爱愈深，伤愈重，爱愈多。